特别个台南市杰出艺术家全国巡回展，伫前由台南市市长黄伟哲来亲自揭幕，首站就伫咧台南文化中心来开展。六月到七月将巡回到台北甲台中来做展出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把握机会前往观赏。2016年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依照台南出品的艺术家廖庆章、苏小梦、陈志良、杨梦怡的作品。带到全国各县市巡回演出，今年更邀请到林文月、杨惠华伫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来展出《水墨陶艺展》，由台南市市长黄伟哲来揭幕。让两位老师从这两个不同的领域里面，找到结合的地方，找到合起来的地方，能够找到许多观看的人觉得说。在这个水墨中间，以及在这个陶艺作品中间，好像找到一些连接，这是两位老师的功力。艺术家林文彦来自白河，独立的白河白甲关岭青，融入着白河的莲蓬花甲关岭岭温泉泥，发扬莲香特色。艺术家杨惠华是大来人，曾经得到南美奖、南美奖等大奖。朵莲花在身上的时候，那种洁净感、生命的洁净感，竟然就这样子引现出来，我当时非常感动，我差一点就把那件衣服送给他，但事后我是跟他收起来。我小孩子要养啊，不能跟你开玩笑啊。这就表示什么呢？美感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生命品质，它从来没有遗失掉，没有遗失掉。而只是我们不用它而已，不用它而已。美虽然是被发现才有，可是无形中没有被发现的时候，它竟然会自己跑出来，跟我们说它在，这个生命品质永远都在。那时候在那段时间，我对艺术这件事情又有另外一种体会。真的，一开始只是一个小愿望，我要回去念大学。10年前。那就是因为这个小的愿望，在我心里其实很小，可是我想很久，然后我就那么幸福，这么幸运，我一路上老天都给我安排贵人在我的路上，在我的学习路上有张老师，张医生老师，他带着我进入水墨这个领域。市长黄伟哲另外表示，台南依照艺文热度。将持续发掘人才，推动交流，让台南的艺文软实力被全国看到。记者陈嘉欣，东区采访报道。